啊，尊敬的啊诸位校长啊，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大家早上好。啊，我们刚刚谈到啊，医生救死扶伤啊，救人家的生命啊，老师呢？启发人的智慧啊，启发人的善良啊，救人家的慧命。哦，有一个故事啊，是在我从教之前呢，啊，我的师长呢教诲我的，啊，让我的印象啊非常的深刻。有一个医生呢，草菅人命啊，就堕到十八层地狱。结果这个医生呢，堕到十八层地狱呢，他还不认错，很生气，说我又不是故意的，干嘛给我判那么重？啊，这个医生呢，没有学过《弟子规》啊，所以错了呢不认错，所以学《弟子规》很重要。过能改，哎，那唐寅是真一孤啊，这样罪业不能够消除了。那他生气了，就开始在那里跺脚，跺得很重啊。突然间呢，听到底下有人说话了，说：“老兄啊，你别踩了，灰尘都落到我的身上了。”这个医生吓了一大跳，哎，十八层地狱底下还有吗？哦，他非常惊讶呢，对着底下的人说：“说我当医生，草菅人命堕十八层地狱，你堕十九层地狱在我底下，你到底是干哪一行的？”啊，底下传来声音说：“我是当老师的人。”哦，那虽然是一个笑话，却是啊，值得人呢去思考。啊，因为一个老师思想正确的，开人的智慧，而这一个学生往后为人父、为人母，甚至为国家之领导，甚至又是从事教育工作，一个思想的正确，影响了他的人生，影响了他的家庭，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影响了他生命当中有缘的人。所以一个老师教出了一个圣贤，这个功德啊太大了。请问范仲淹的老师功德有多大？用电脑都不见得好算出来了。那假如老师没有把正确的人生观教给学生，反而教错误的，那断人会命啊，误人子弟，不止影响了这一个学生，他也会为人父母啊，那他的孩子都要受害啊。那包含他假如以后做了领导者，他唯利是图，那可能鱼肉很多的人民啊，那这些因果责任，除了他个人要背啊，他的老师也要背啊。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哦，你们说我说的，可能出去有人会找我算账。三字经上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啊，是你们说的啊，刚刚我没念啊，在这个时代讲话要点到为止啊，你点得太白太直接了，人家说你给我记住啊，我们这一生呢不想跟任何人结怨哦。哦，所以我自己当小学老师，当时我这些学生都是十一二岁了啊，过了几年之后啊，
我看报纸非常小心，我要看一下有没有我教的学生。假如是好事，哦，还好。假如做错事的是我的学生呢，哇，那麻烦，阎罗王那边呢就记我一笔了，没有好好教学生。但是假如我有教了，那责任就不在我了。所以老师这一份天职啊，所谓启发人智慧的生命，这个是影响一个人，影响一个家庭、家族，影响社会啊，长长久久的价值。那既然老师是启发人的慧命，到底现在的人他思想观念呢偏颇在哪里？因为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了命运。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父母的思想决定了孩子的命运，老师校长的思想很可能影响学生的命运，一个企业家的思想可能决定了他这个团队的命运，一个国家领导人思想影响国家的命运，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将影响天下的命运。因为70年代汤恩比教授也讲到，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代表现在就这个世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了。请问您有听过汤恩比教授这句话的举手？好，哎，很多人都听过，请放下。你们听完这句话，生命有没有起化学变化？有没有人听了这句话晚上睡不着觉，激动的终于明白了，啊，我这一生来投胎为什么而来，我终于知道了，我就是为这一件事情而来的，为民族为天下而来的。哦，那您这一念感悟啊，就是孔子讲的五十而知天命，知道自己这一生的使命啊在哪里的。而大家想一想哦，你自己正确的思想啊，在引导你的孩子跟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孩子还不理解你呢，还会跟你发脾气啊。所以当父母的人都要练人不知而不愠哦，不亦君子乎啊。父母要不要当君子？你一心为孩子好哦，孩子还误会你，甚至还朝你发脾气啊，哎，这个时候母亲像大地一样的包容啊，不跟孩子计较啊。那个大地您看这么多动物大小便都在他的身上啊，他不止没有生气啊，还把大小便转成肥料，还可以供养万物。有没有发现我们成长过程中常常乱发脾气啊，母亲很有修养哦，都包容了，事后我们自己冷静下来啊，觉得自己很惭愧啊，哦，还去跟母亲道歉，那母亲这种涵养也在启发我们啊。所以我们恶意向父母啊，父母还用像春风一样的温暖啊，吹拂着我们。所以你思想正确哦，可是你不一定被孩子理解啊，这一点我体会很深刻。其实父母跟子女是连心的，我跟我的父亲啊也是连心的。记得我姐姐考大学没考上，我的父亲啊就安排了让我姐姐去补习。当时候呢，我父亲这个安排啊，
我虽然没有听父亲亲口讲原因，但是我完全明白啊他的心。因为父亲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姐姐一生，姐姐的未来，所以很担心啊，姐姐假如这次没考上了，去念专科，以后没有读大学，后面的妹妹跟弟弟都读大学，到时候他会自卑。所以父母在考虑事情啊，是考虑得很远的。但是孩子能不能领情啊？不见得可以哦。那后来我姐姐去补习了，有一天眼睛不舒服，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说啊，那我明天请假带你去看医生。电话一放下还是不安，马上请假就赶到补习班了，要找我姐姐带她去看医生。所以您看父亲那种疼女儿的心呢。到了补习班，发现我姐姐那一天呢翘课啊，没有去上课。大家体会一下，一个父亲这么焦急啊，马上赶过去要带女儿去看医生，结果女儿翘课没上课啊，父亲辛辛苦苦缴了补习费，女儿居然没去上课。就当天回到家，我父亲对姐姐非常柔和地问她：“你今天去哪里了？”我当时我也很佩服我爸爸，还能这么柔和问我姐。结果我姐啊，恼羞成怒啊，哇，马上发脾气，都是你逼我去补习的啦，不然我就不要补了啦。噼里啪啦讲了一堆气话。哇，一个父亲为他的一生在着想，得到的却是女儿这么不理解，还给他发脾气啊。当下我跟我的二姐互相看一看，哎呀，姐这样太过分了，哇，这样爸怎么受得了？那我们两个互相看一看，暴风雨会不会来了？结果突然呢，我姐姐发完脾气上房间去了，我父亲就把我二姐跟我叫到房里去了。接着我爸就讲了，说爸爸有哪些做法做得不妥的，现在你们两个可以提出来。哇，那个当下呢，其实我们家三个孩子呢，从小就觉得说给父母生到啊，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了。我们虽然家里呢不富有啊，都是公务员的子弟啊，但是很温暖啊，我们父母非常爱护我们啊。像我父亲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买了一台人家已经开了10年的二手车啊，感受到什么？竭尽全力的爱护我们，希望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啊。那台车买了之后，我们常常出游啊，虽然后座是斜的，是吧？三个孩子挤在那也很温暖啊。还有一次到了台南关子岭啊，因为旧车啊，那个山坡太高了，开到一半往后退啊。我们家全家下来推车啊，你看这些回忆多甜美。虽然它不是奔驰的，它也不是宝马的，但是它却是父亲全然的爱嘛。所以当时候我们内心里面都是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那姐姐犯这样的错呢，当下父亲不止没有责怪姐姐，反而还问我们是不是还有哪一些做得不妥的，让我跟我二姐提出来。我们两个互相看一看呢，内心非常的感动。所以父亲有一个态度啊，就影响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态度。女儿错到这个程度了，还在反省自己。那这个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你的思想正确的，有时候你还不被孩子理解。同样的，一个领导念念为
底下的人着想，就像诸位校长或者企业界的领导，他们真的也考虑到让这些老师们他们往后的教育事业走得更有价值，走得更好更顺这些企业界的也希望他底下的员工能够有真正幸福的人生。但是有可能你们回去安排一些课程底下的老师不理解你有没有可能？所以你们这个时候就要想起我们在居美星就打预防针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念一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话很好用的。你假如山穷水复疑无路，你只要把孔子的话提起来，你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们南京菲尼克斯总裁你不说总裁他已经退休了。我记得有一年他安排他的员工到汤池学习。他非常仁慈他考虑到呢那一天是礼拜天。他的司机员工也有家庭。所以他不愿意让这个员工呢礼拜天还得要加班。所以他总裁亲自开车把同仁载到庐江上课。哇，我们听了都很感动可是他的员工在车上在想，这个总裁一定带我们去洗脑。一定是上完课以后什么都听他的，都为他，一定有目的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员工这么想呢？是他的员工上了几天课自己上去分享的时候忏悔的。他的总裁他上了几天课终于知道夫妻怎么相处他人生问题出在哪。他很感谢总裁，但是当时候在他来的时候还怀疑。所以这个确实领导者有一些决定不被理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要坚持去做包含实在讲，我们现在国家领导人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有多少人不理解他？很多所以我们要跟习主席，要跟国家领导人心心相应上下一心来为国家民主的未来尽心尽力去尽我们的道义才对了。好，那我们反思到呢，现代人的思想偏颇掉，产生了种种的灾祸。灾祸从自身来看，身有癌症、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包含骨质疏松症还有免疫系统的疾病像红斑性狼疮，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越来越多，而且生病的年龄一直在往下降。我们曾经都听过18岁的孩子中风去世了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身体出问题了，心理呢也出问题了现在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忧郁症、躁郁症这些心理疾病的人呢不在少数。那这是一个人身心的问题，延伸到家庭。家庭当中有其中五轮的三轮都出问题，夫妻离婚率非常的高，父子现在懂得孝养父母的人越来越少，当然很可贵，国家捍卫孝道立了
老年权益保护法，这个在很多国家里面没有立这种法，因为在他们的民族当中还缺乏孝道的观念，孝道的教育。而事实上要救这个世界，唯有孝道才救得了。因为老祖宗说百善孝为先，你连根本，你连最重要最先的你都没有了，后面怎么谈呢？我们待会会分析啊，整个苦难根源在没有教孝道。家庭夫妻离婚率越来越高，父子冲突，兄弟告上法庭啊的越来越多了。这个在古代啊会让人家看笑话的。可是现在人都不懂了。明朝有一个大忠臣啊叫杨娇山先生。他是被啊严嵩陷害，严嵩那时候是个大奸臣，他在要被杀头的前还在监狱啊非常的这个平静，视死如归，我已经尽了我的忠诚了，我问心无愧了，死前的前一天写了一篇家书。这个家书啊在五种仪规当中有说到呢，假如我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去告他另外一个兄弟，那告到县太爷那里啊，县太爷你假如有拿到我这一篇家书的话，请你要处罚那个告官府的那一个人，你要重重的处罚我这个孩子。哇，他深明大义啊，哪有兄弟之情还上法庭的，这个家不就败了吗？朱子治家格言说道，居家戒争讼，家庭家人之间戒什么？打官司啊，讼则终凶，只要打官司的这个家道绝对是凶相败相。我请教大家，你们认识的任何一个亲朋好友兄弟至亲打官司然后这个家兴旺的，请举手。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明明这么做没有一个家能兴旺，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家在打官司？没人提醒啊，没人把这个道理告诉他，最后都闹得冲突不断了，然后还赔了一大堆的律师费啊。最后呢，上行下效，下一代更惨。所以古人说兄弟之情啊，要留与儿孙啊做好样子看啊，不能身为长辈给孩子不好的榜样啊。但是人他不懂，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是马来西亚 北方一个岛，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家，他就跟兄弟在打官司，打了好长一段时间，结果学了弟子规啊不打了。他终于明白啊，谁最痛苦啊？他母亲最痛苦，他孝道就亏了，结果他很快的反省不打了，现在事业反而越做越好。那家庭当中还有很重要的养老问题。我们中华民族啊，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就是敬老爱老尊老，从夏商说这个传统就一直传了这么多年几千年，但是现在啊这一点做得不好。我们要了解啊，老人对家庭对社会奉献了一生，不尊重老人呢叫忘恩负义了。
没有老人哪有子孙，没有老人的努力哪有现代的成就。再来呢，老人有非常丰富的人生智慧跟经验，所以尊重老人的人就能承传这些宝贵的智慧跟经验。而且人老他是修来的福报，他能修得长寿啊，就值得我们尊重啊。所以人的福田呢，大分三种，这个都可以啊，教给我们的孩子：恩田、敬田、悲田。我们感恩老人奉献一生，念他的恩；我们尊重老人，在承传他的智慧经验。一个人交的朋友都比他大很多岁，甚至大一倍两倍，这样的人一定比同年龄的人成熟，大家可以去仔细去观察看看。所以恭敬心啊，得大福报；傲慢啊，轻慢老人呢，折福非常大。在唐朝啊，有一个读书人呢，叫杨大年，他20岁啊就考上状元，20岁上状元呢，哇，那他的福报跟聪明啊不一般呐。但是呢，他有个傲慢呢的习气。孔子对傲慢呢高度的提醒，夫子讲：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他有周公的才华，有周公的办事能力，这个比喻已经到极点了。因为孔老夫子一生呢，最佩服周公这一位圣人，治理作乐，开创周朝800多年的国祚。所以这个比喻已经是到了极处了。但是始骄且吝，他假如骄傲傲慢又吝啬，不愿意把经验给别人，其余不足观也已啊。那这个人呢，他的才能已经局限了，上不去了。而且你真正用这样的人，他一傲慢呢，会失人和啊，走到哪会给人家添乱，这样的人用不得。那些才华也不足为道了。所以百事之成，任何事成就了，必在敬之，恭敬对人，恭敬对这一件事。其败也，这个事为什么失败了？必在慢之，傲慢起来。大家冷静去看，所有的大企业为什么会很快的倒掉，就是因为那个一把手有了一些成就了，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啊，什么都懂了，什么都会，然后又做错决策，跨行投资一下就垮下来。所以人不能因为有所成就了就傲慢了。所以老祖宗又提醒：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少年得志，大不幸。太年轻有点小成就啊，志士甚高啊，可能就要栽很大的跟头了。所以这个傲慢的提醒，我们可以讲这些故事给孩子听。这一位杨大年20岁状元是全国第一名，后来进了国家的这些学院呢，跟这一些老人长者在一起，常常挖苦别人，取笑别人，所以这些大臣呢，真的是很无奈啊，就对他讲说：年轻人啊，有一天你也会老啊。这句话告诉我们：种如是因啊，得如是果啊。今天我们尊重老人，我们老了就受人尊重；今天我们不敬老人，我们老了也不可能有人尊重我们。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提醒他，你也会老，他没有去改。所以不到50岁啊，好像40几岁啊，就死掉了。
这么大福报的人四十几岁就死了，所以等于是他的不敬啊，把他的福报都给折完了。相反的，另外有一个人叫王斌，从小体弱多病，非常羡慕人家健康长寿，只要有老人从他们家门经过啊，他就非常的欢喜啊，这些老人家这么长寿啊，都是有福报有涵养的人，都请他们呢进屋子喝茶，或者呢就给他们鞠躬敬礼。后来他活到93岁，从小就是短命相，体弱多病，但是因为恭敬修了很厚的福，活到93岁，这是敬田。所以我们尊老爱老，又是恩田又是敬田，再来处处替老人着想，冬则温，夏则静，体恤老人，来奉养老人呢。老人，人老了有点像小孩一样啊，对他的生活啊要比较能体恤啊，比方说吃东西啊，那你就不要催老人吃东西。所以陪老人吃饭啊，你们不要吃太快啊，你们都吃完了，他觉得自己很慢，就很有压力，要体恤备至啊。第一，陪老人吃饭慢缓，再来不能给老人呢吃凉的东西，对肠胃不好，要暖。还有不要给老人吃太硬的东西，软。缓暖软。这么体恤老人呢，这个也是慈悲心啊。所以一个爱护老人呢，这三个福田呢都具足了。而现在这个养老的问题啊，在我们中国也是很受到重视。太多老人辛苦了一生呢啊，却被子女啊遗弃了。再来育幼也是一个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家庭里面重要的孝养老人，还有就是教育好下一代，家庭社会有人才。但是现在育幼孩子青少年犯罪率也在上升，这些都是现象，家庭社会。黑心食品出现了，堕胎现象出现了，还有诈欺、失业率、犯罪率都跟着上来，这些都跟人心有关系呀。全世界堕胎的人数一年就有5000万登记的，这比任何一次世界大战都要惨烈，而且是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包含我们延伸到世界的问题，现在的水灾、风灾、地震、山崩地陷，有没有发现现在突然之间有个大坑洞啊，全部就陷下去了。这些频率啊越来越高。这些是人类从身心到整个世界所出现的乱象，这些就是人类目前的苦难。那苦难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得把病根找到啊，才能对症下药啊。其实从现象来看好像很复杂，对不起，但是从根本来看，其实就老祖宗啊几句话就已经可以解决了。这么多的现象根源出在哪里？孟子讲的
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家危矣。孟子又说，饱食暖衣，一个人吃得饱啊，穿得暖了，易居而无骄，没有正确的人生目标，没有对父母家庭的责任心，游手好闲。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了不找工作啊，在那里玩电脑啊，易居而无骄，没有教他做人，则近于禽兽啊。故圣人有忧之啊，教以五伦啊的道义啊。所以现在没有教道义了，反而这么多物质的享受啊，则近于禽兽。禽兽是什么？欲望很重啊，欲是什么？深渊啊。哇，你看孟子这几段话把根源都找到，利欲。刚刚所有的问题根源离不开这两个字，人心因为有利欲才有这些乱象。我们来分析看看，人的文明病从哪里来的？病从口入啊。而今天食物当中有这么多的农药、化肥、荷尔蒙、抗生素，还加了很多化学药剂，这些商人为了什么？利呀，赚昧良心的钱呐、啊！所以现在吃东西呀、有时候不谨慎呐、真的会伤身呐、包含现在的转基因食品，都是为了利呀、但是有可能会影响人类下一代的生存。因为这些转基因违反自然，现在有一个现象，不孕症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关联性啊，值得人类高度重视。要道法自然啊，乱改变就为了谋自己的利啊，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孔子又说，始作庸者其无后乎？这个庸呢，是做假人，做假人做得太像了。孔子就讲到啊，因为做得太像了，很可能造成以后的人拿真人去陪葬，所以他这个流弊啊，副作用，他得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把假人做得太像了，有可能会断子绝孙，其无后乎？所以今天做的这一些事情，假如会危害到人类的未来，这个因果责任都要背很大。大家冷静再去看，假如今天开的，比方说是电动玩具店，又不守法，让很多未成年少年少女一直在那里迷惘，甚至于还有的人死在电动玩具店前面，三天四天就这样累死了。这种钱啊，不能赚啊！你把这些青少年搞得神经颠倒的，怎么我们跟子孙会健康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所以做伤害人生命的事业赚钱，自己跟家里的人铁定会有人出状况。这个都从我们周遭啊，您冷静去观察。出乎尔者会怎么样？反乎尔者啊。你都是去杀害别人，最后这个恶果啊，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来。那请问大家，人类一直在喷农药，要杀死这么多昆虫啊？请问大家，哪一种动物吃的农药最多？
你们说的，我没有说。台湾好多年前啊，统计啊，每人一年平均喝 2.7 公斤的农药。你们想象一下，现在在我面前有一罐 2.7 公斤的农药，我把它拿起来，来，干杯，我必死无疑啊。所以现在都是慢性服毒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病，不就原因在这里？有没有离开地狱？没有。心理呢？我们昨天讲到，小时候每天笑180次，长大了只平均只笑7次。为什么？他们把人生的目标定在享乐、纵欲，结果就贪求啊。越多的追求，最后苦在哪？三个字，求不得苦。大家都觉得要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道老祖宗告诉我们，欲是深渊，没有底呀。啊，你看赌博的人都说哪一句话？最后一次了。啊，你看女人买名贵的衣服也说最后一次了。而大家要了解哦，这些放纵欲望的人很可能是把他的享乐建筑在亲人的痛苦上哦。现在多少年轻人不懂事啊，农民子弟去读了大学，哇，情人节带自己的女朋友去吃饭，几百块钱啊，那都是父母的血汗啊。所以我有一个长者，他还没有结婚以前谈对象，他就说，哎，看那个女朋友都吃一点点，挺好养的，就娶回家了。结果娶回家之后开悟了，饭很便宜，衣服很贵，哎，哦，没事。陪太太去百货公司，当太太站在名牌衣服前面流连忘返，真好真好，他的心脏加快咚咚咚咚，太太走吧走吧，哦，不然太太一说买了一刷一半的薪水就去掉了，哦，那我们当太太的这个快乐不就建筑在丈夫的痛苦之上吗？这是不对的。那我们继续再思考，请问大家买一件衣服快乐多久？哎，那这个值得考虑吧，花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得到快乐嘛？依照我的民意调查，哦，你比方很在乎啊穿新衣服给人家看的人，他买了衣服以后赶紧隔天穿到办公室去，然后开始走 model 的步伐，要给人家看啊，走了老半天没有人注意他，他非常的生气，终于忍不住跑到一位同仁的面前，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同仁缺条筋，有吗？有吗？还看不出来，所以他不止没有快乐，还气得半死。因为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眼光，随时会从快乐变成痛苦。哎，而这个一般呢，穿了一次要炫耀给人家穿的哦，不敢穿第二次，怕人家说。哎呀，上一次穿过了啦，哎呀，这个退流行了，笑死人啦，哎呀，这个不行，这个退流行了，我得买新的，不然会笑死人。这些人啊，太浮躁，不够冷静。为什么？笑死是他死，又不是我们死，有什么关系？所以为了一个虚荣心啊，
把自己给整死了。告诉大家，不止把自己整死了，把全家人都搞得鸡飞狗跳。比方孩子的成绩到处比，每天你多丢我的脸啊，气死我了啊！孩子读得面黄肌瘦的，为什么？母亲的欲力压在孩子的身上攀比。尤其当老师的人特别喜欢拿孩子攀比。我不是说你们啊，我是说别人，你们都挺好的。我自己啊感同身受，因为我小学四年级我母亲就调到我们学校，所以四五六年级我母亲常常跟这些同事在一起，同事们很会比成绩啊。我小学的成绩啊，三四年级都是十几名二十几名中等，甚至有时候还考到后面去。可是我母亲从来没有拿我跟人家攀比。所以我感觉啊，我母亲不追求这些虚荣。但是呢，他们却更重要的把一个读书的好习惯演给我们看，身教。我们每天吃完饭呢不看电视的，休息一会啊，父母就开始看书。所以我就长期啊慢慢养成读书习惯。而我的姐姐每一次都是全校第一名。小学是这样，初中也是这样。所以每一次考试完之后，我最怕的时刻就是颁奖。哎，六年级第一名啊，蔡荣，哎，就念我姐姐的名字，然后我赶快头低下来，然后我同学，哎，你姐，所以你们要了解，当哥哥姐姐成绩很好，当这样的弟弟也不容易，所以这个都要设身处地啊。但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拿我跟姐姐比。因为每一个人的素质不一样，每一个人开窍的时间不同，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小学那个自然科老师到我们学校去，我好高兴接待老师。我的自然老师跟我的班主任两个人都到我们学校，我们师生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两位老师都教过我姐姐，也教过我。结果我们这个自然科老师说这个李旭啊，是属于啊，用闽南话讲，大家给满提啊。我们这一次我们闽南的老师们来了不少，他们马上给我掌声，谢谢谢谢。翻作普通话叫大只的鸡要叫的时候比较慢。因为大的鸡呢它吸一口气啊要比普通的鸡多一两秒。它这样。它在那咕咕咕才可以叫。翻作成语叫大器晚成。所以。当时我念高中的时候，老师这句话真的太鼓励我了。我觉得不能让老师失望。这后来慢慢就懂得自立自强。所以不要去虚荣，不要去压孩子，要自始至终信任他。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每一次我考试不好，自己也有良心啊。在那个楼梯口等着爸爸，爸爸还没走上来，爸，我考得不好。我父亲每一次都是笑着加油加油。但是也是都有父母都是读书习惯，慢慢的有这个环境，孩子慢慢就提升上来了。所以有一个校长就说道，你把一个蛋放在咸水里面，请问会变成什么？当然的嘛。你把它放在甜水里面变成什么？急什么嘛。所以现在教育变成什么？
揠苗助长，急功近利，最后压到厌学不读书啦，反效果适得其反。所以不能急啊，不能求快啊。孟子留的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揠苗助长了。而我们这个看到心理这一些病啊，确确实实还是自身欲望不能满足，最后痛苦。甚至很多人自杀是他在满足欲望的过程当中铤而走险，最后没有办法收拾了。那有些好名利的人一直把这个虚荣压到身边的人喘不过气来，也有可能出现心理疾病甚至自杀。我们中国有一个顶尖的科学家，就因为他的太太好虚荣，常常拿他跟其他教授比，人家的房子现在是几平了，人家的收入是多少了，哇，最后先生想不开自杀了。所以还是利欲哦。再来我们看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要不为了利，见利忘义了，要不欲望控制不住了，就整个家庭就破碎掉了。父子为什么不孝顺父母，遗弃老人，自私自利嘛，只满足自己的欲望啊，忘了自己应该尽的孝道了。包含兄弟也是利欲啊才会产生冲突。那小孩的教育为什么会被忽略掉？父母都去赚钱了嘛。所以现在留守儿童啊好像有5000多万啊，将近6000万啊，我们听了都心痛啊。有一个故事啊给我们很重要的醒思。在湖南株洲有一对夫妻，都是大学毕业，结果呢有稳定的工作，但是看到别人赚很多钱啊，开工厂啊做生意，他们忍不住就辞掉稳定的工作啊，做生意开工厂。那接着呢确实赚了一些钱，但忽略了儿子的教育。后来儿子成长过程当中啊，常常都是钥匙儿童，父母都不在家啊，挂着一个钥匙啊，自己推开门空空荡荡的，跑哪里去了？跑到这些斗闹场，跑到这些游戏机里面去了。后来呢慢慢成年呢，20多岁染上赌球赌马，结果把家里的房契工厂的房契全部拿去借债，就全部败光。他的父母啊60岁左右的人，几十年的付出一夕之间化为乌有。然后儿子还跑到广东啊去避债。这一对夫妻啊最后啊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两个人在去年的除夕到了祖坟前呢喝农药自杀。就发生在前不久的事情。那这一件事情讲给所有的家长听，我想会让他们反思。最起码有3个最重要的反思。第一，一定要下海赚钱就赚得比较多吗？大家要了解，你做哪一个行业，那是缘分。真正的原因是你有没有布施，有没有积功累德。该是你的福报，跑都跑不掉。
你何必一定要赶紧去把一堆钱抢过来呢？你命里本来就有这个福报，谁都拿不走。所以人为什么心不安？对于一个人一生的福报财富啊，他不懂。一看到别人致富了，心就动了，就要去跟人家竞争了。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别急；命里无时莫强求，可以好好再修。就像了凡先生本来命中无子，他断恶修善，后来有子嗣了。他本来连举人都考不上，最后考上进士，还当了一个大县的县长。命里只活到53岁，最后活到74岁，延寿21年。命是可以改的嘛。而他们为了赚钱，不明白财富的真因是靠自己布施修福。他们辞掉了稳定的工作。这是第一点呢，人对于财富不懂，心不安。中国的财神叫陶朱公。春秋时候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来他复国以后他就离开勾践了，带着太太西施到一个地方做生意。没多久致富了。又把所有的财产布施掉给那些贫穷的人，又从小生意做起，又没多久又发大财，又布施掉。历史当中记载三聚财三散财，所以他是明白财富的真因，就是布施。你在哪一行工作，那是缘分，有因有缘，最后都结财富的结果。太多的人不明这些理啊，心不安，所以理得心才会安。而第二个重点是，不要因为赚钱而忽略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叫自要莫若骄子。你把最重要的事忘掉了，亏了做人的本分啊，怎么会有福报呢？在《易经》当中告诉我们，利者义之何也？我们一看到利啊，到底是要蝇头小利还是长长久久的利益啊？长久啊，不能短视尽利啊，最后刀头四密，舌头割断了。所以易经这个对于真正的利一定跟什么相应？义，而且是和。您要把你的整个做人的义务本分都能够好好的去经营好，才能和义之和。这个和就是安排的非常的适宜。今天为了赚钱不孝父母，不教孩子，你已经没有尽义了，没有安排好自己的人生了，已经失衡了，最后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重点，他忽略了下一代的教育，最后所有的财产都败光了。就像刚刚跟大家举的20亿的钱，就因为他中风不到一年，儿子跟孙子把他全部都败光了。第三个重点，纵使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难道一定要用自杀来解决吗？应该要百折不挠啊，应该要勇于面对啊，而不是用这种方法。自杀是大不孝的行为啊，不是让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吗？台湾有一个企业家，也是一时不小心啊，看到别人经营其他行业赚钱，他就跨行投资，一下子亏了30亿。身边的亲戚朋友劝他，你赶紧跑到国外去，就不用付钱了。他说，我宁可做一个最穷守信的人，我也不这么干。
哦，他虽然做错了，但他很可贵，他守住啊，信义为立业之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大陆啊有机会出现，可他没钱啊，但是因为他守信义，亲朋好友都愿意借他钱，所以他说到啊，他到大陆发展的门票多少钱买的呢？30亿买的。那个门票给他汲取教训了，他还是回到他的老本行。那现在在大陆的发展呢，是在台湾的几十倍成功。所以曾经到一无所有，但是他有志气，他宁为成功找方法，不气馁，又东山再起，还是很有成就。所以这一个故事啊，让我们省思到对育幼的重要。再来社会啊，这些堕胎啊、育啊，那些医院拼命做那些堕胎手术，也是为了利啊。包含黑心食品，不也是为了利啊，赚昧着良心的钱。还有这些诈欺，都是想要什么？赚到自己的钱呢？或者是很多年轻人呢，太享乐纵欲了，钱花不够啊，动歪脑筋。有没有很多年轻人乱花钱，最后把脑筋都动到父母的退休金上面？也是啊，这个都是跟利欲分不开。再来，人心都是利欲了，做不善当然降之百样。那我们分析完了，请问你有把握你的学生不会得癌症的请举手。你有把握你的学生不会得精神病的请举手。你有把握你的学生不会离婚的请举手。你有把握你的学生会孝养他的父母的请举手。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哦。我们今天当老师的人常常在讲，我的学生几个博士几个硕士，请问他们有没有离婚？他们有没有孝养父母？这一些难道会比学历更不重要吗？这些更重要呢。那个学历事实上跟他的成功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呢，甚至因为那个硕士那个博士产生光环啊，觉得自己比人家高啊，还变成傲慢的本钱呢。而刚刚这一些只要有一条犯了，他的人生就很难幸福呢。有把握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不会堕胎的，还有男孩子不会去伤害女孩子的请举手。那这些问题问完了，只要我们给予孩子的思想观念的引导是利跟欲，他的人生不可能不出现这些问题。但只要从思想当中转过来，孩子就能化解这一些灾祸了。而我们冷静来看，我们很有可能呢，也是这样子在引导孩子。只要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现在国外很多的幼儿园就教他竞争，竞争不就是自私自利吗？这是都摆明了。我们传统文化呢，见微知著啊。今天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
他的发展就是自我啊，讲得太好听了，讲得更露骨一点了，叫自私自利了。再提升变竞争，我们现在连幼儿园都在教竞争，这个跟经典一对照啊，孔子有没有教我们竞争？现在一争啊，多少乱象都出来了。君子无所争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有什么好去争夺的呢？必也射乎啊，没有竞争的。射箭的时候啊，比个高下，最后呢，承让承让，请人家喝杯酒，不增长自己啊，这种争的人生态度嘛。他一有争呢，最后会跟谁争？跟父母、跟兄弟争啊。所以有一本书说到要把孩子教成狼还是教成羊，诸位校长、诸位教育界同道，教成狼还是羊？羊啊，人啊，哦，所以你看这些话当中啊，都觉得这个人实在丧失自信心了。人不好好当啊，要去当狼还是羊？要当人，要当万物之灵才对啊。竞争再提升变斗争，斗争再提升变战争。现在全世界每一天发生的战争就不少，战争再上去呢，现在核子弹可以把地球炸毁不知道多少次啊，这个仗不能打，那就变末日了。而且大家要了解哦，现在有恐怖分子哦，恐怖分子不是国之间的恐怖分子哦，今天不会教孩子哦，恐怖分子到哪里？到你们家里去哦，有没有道理？把你的财产全部败光哦，哎，这个是自私自利啊，是这一条路，这个是死路。可是现在全世界多少人往这里走？欲望，因为觉得人生快乐就是享乐，大错特错。我们大学讲道义人生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这个才是人生的意义啊！怎么是享乐呢？可是不要说别人啊，我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对人生的追求也是这样啊，没人教啊，赶快住大房子开大车子，就是享受人生啊，其实越享受越空虚啊。从小呢是天堂，小孩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这个叫溺爱。大家冷静去看，现在孩子真的是太溺爱了。老人生日没人想到，小孩生日摆在第一位，有没有？生日庆祝叫什么？祝寿呢？老人七八十岁叫祝寿，孩子三五岁七八岁祝什么寿啊？你不是折他的寿吗？怎么是祝寿？要对家庭社会有贡献，那个祝寿是感恩啊。小孩对家庭都还没有贡献，对社会没贡献，你就给他庆祝啊，甚至还找一大堆同学来，那不是把他的福都折掉了吗？所以现在很颠倒呢。请问大家出门去哪里玩，问老人还是问小孩？啊，问小孩。去哪里？儿童乐园。结果那儿童乐园玩的都是啊，能不能跳来跳去的，我从很高这样下来啊，吓得半死。你们玩过没有？玩过齁、哦、
哎呀，我有一年代班毕业旅行，啊，我在黑板当中一直讲大自然有多美，哇，去那里参观，增长你的文化，增长你的见识，讲了老半天，最后说好，你们要去哪里？儿童乐园。我拉都拉不动啊，没办法了，还是去了那个儿童乐园。结果那个儿童乐园，我看他们在那里尖叫嘶吼，我实在有点不懂，这样会快乐吗？后来没办法，得自己去感受感受嘛，哈，哎，比较能够了解状况。我就选了一个那个一个圈呐，啊，好像坐三个人还是两个人这样，然后就这样吭吭吭吭吭吭这样，啊。哦，我就真的去做，做完下来啊，东西南北都不知道在哪。第一个感觉就想吐。我说人是活到什么份上的，苦中作乐啊！那些这么刺激的活动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啊，但是就是要这么刺激，好像烦恼暂时忘了，千今朝有酒今朝醉，其实最后身体搞垮了，该面对的还得面对嘛，哦，所以应该不要喝酒了，读弟子规就对了，明理了，理得才能心安嘛，不然心怎么安，哦，好，不明理每天还做错事，还搞得一大堆的，哦，这些不好的结果来烦恼自己的。好，所以人生第一重要的是赶快学习，赶快开智慧，好学近乎智啊。而我们今天自己价值观错了，也觉得享乐是人生的追求，小孩子从小像天堂一样，哦，现在孩子那个吃那些很贵的东西吃不到一半就扔掉，好糟蹋，我们到大学去看的触目惊心，大学里面一半的饭菜都倒掉，那个都折服，甚至于大学生的心态是什么？吃不完啊，有面子，代表我们家有钱，这多么偏颇啊！现在啊，我们很感恩呢，啊，我们习主席带头啊，节俭啊，廉洁啊，哦，这个真的。我当时候听到之后就想到《诗经》一句话，君子如子啊，君子呢就像人民的福祉，人民最大的依靠，乱书传矣，社会的动乱，书是大概，传是很快的能转变的，因为上行下效，现在有光盘运动，大家就开始守廉洁，不要这么奢侈。我们习主席这么一带动，请问大家，我们中国一天省了多少钱？不得了啊！再来慢慢养成习惯，那是整个民族的福报。所以君子啊，确实是人民的福祉。而这个君子不只是国家主席，还有谁？一校的校长啊，一般的老师、班主任啊，你的思想观念对了，很多孩子变乖了，他们家里的劫难就化掉了。哦，所以你把一个浪子给劝回头了，他们父母啊，他们长辈啊，每天烧香啊，要保佑这个好老师啊，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啊。那因为小时候放纵他，他很会花钱。养成习惯了，老祖宗提醒我们，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啊，拉不回来了，还没赚钱就很会花钱，变成什么？负债很多，到了工作职场，因为自己要享乐，又银行贷款，他只要没工作，这些东西就要收回去了，所以每一个人变成他的竞争对手，
不能让我没工作。啊，看每一个人，哇，变成对立的战场，啊，所以勾心斗角啊，累死人呐、啊。而这一个现象，大家冷静看呢，现在的大学生，请问一个人平均有几张信用卡？不，好几张吧？我觉得这个时代很颠倒呢。一个人都还没有赚钱，他有什么信用啊？有没有道理？一个不会赚钱的人，很会花钱，已经违背道理了，还有什么信用卡？真正有信用的人是什么人？量入为出，这样的人才值得信任嘛。所以这个生意人哦，真的要好好想想，用这个信用卡把学生的欲望一直调出来，最后把他老家父母的血汗钱通通都吞掉了。哇，这个很多大学生很会花钱呢、啊。啊，叫啃老族啊，白白啃父母的血汗钱，哦，还有白领一族，白白领父母的薪水，还有一种叫月光女神，每个月都花光光，她太会花钱了嘛，啊，最后回去，哇，没钱了啦，那女孩子学会计用在哪里？用在那一个月哦。怎么计算、哦、花花花花到最后刚好花完，都没有储蓄的观念，有时候算算算算得很准，还是忍不住欲望，最后好几天都吃泡面，没有钱了，最后撑不下去给老爸要钱，爸我没钱了，他爸爸很生气，我跟你讲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要多少了啊，这个就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教育要趁早啊，不然养成习惯了，叫天天不灵啊，叫地地不应啊。他是这样的欲望的追求，最后工作像战场，没有真正的快乐。你在大都市里面曾经看过人家晚上出来拿着一把扇子，乘着老酒，吃着花生米赏月，来 你在大都市里看过这个景象没有？你看这种日子多惬意，现在的人都不会过日子了，每天赶赶赶忙忙忙，累得半死哦。你看战场，哎，老了呢，孩子都没教好，不孝顺你，在养老院坐吃等死，这多少所谓的文明社会，所谓的开发国家就是这样。哎，文明国家应该是越懂得做人呢，现在把文明跟什么划等号？物质的享受。其实都不是很正确啦，偏掉啦。越文明的国家越不照顾老人，这谈什么文明啊？越文明的国家都花谁的钱？花后代子孙的钱。大家去了解民主国家发行的公债啊，都花到第二代第三代子孙啊，那哪文明啊？所以没有照顾孩子，孩子根本不懂得报恩，晚年在养老院坐吃等死，哦，那个感觉不好受啊！你两三百人住在一起，突然两百号走了，哦，三百号走了，一百五十二号走了，那住在那里挺紧张的呢。哪一天轮到我？有一个老太太，外国的，其实坦白讲啊，人都一样啊。外国人看到孝顺的儿子，他也会很羡慕啦。一个老太太死了，立了遗嘱，要把他的骨灰
倒在他们家对面的商场楼顶。当然老板一定不肯，可是为什么？因为他有四个孩子，常常到商场买东西，就是不愿意到对面去看看他的母亲。所以你看那老人多挣扎，看到四个孩子常常来，就是不愿意进来，那种煎熬。所以死了之后，死前多么的遗憾，说要把骨灰倒在那个商场楼顶上啊，那孩子会去那里啊，真是凄凉啊。所以这个路啊不能走啊，这个欲是错的，欲是走这个路线，利是走这个路线。我们按照老祖宗的教诲，转一个人生的思想观念，人生的追求，不追求利欲了，追求道义，追求勤俭的人生，道义首先从哪里？孝道，父母是对我们最恩德最大的。有了孝心，孔子在《论语》当中告诉我们：“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一个人只要孝悌的心起来了，悌啊，也从孝道来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真的，这个孝开了，百善皆开。好，我们之后呢来分析给大家看。所以孝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孔子在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育啊，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啊。所以不教孝道啊，谈不上教育啊。什么是育？说文解字告诉我们，养子始作善也。你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善人，而百善孝为先。你没教孝道，根本就不叫教育啦，谈不上啦。那让他很会考试的话，只是知识传递给他而已啊，不是教他做人。谈不上是教育啊。哦，那孝心开了，就有仁爱心。懂得互助、互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最后实现了我们老祖先讲的大同世界。其实互助互爱离我们并不遥远。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台湾啊，整个家庭啊，传统文化的氛围还很浓。到我们这一代啊，退得比较厉害。当时候人情味很浓。啊，有一个邻居阿姨要出去买东西，啊，一定啊，哎，你们家需不需要？啊，一起帮忙。哎，拿钱给他，哎呀，不用了，回来再说了。就互相之间呢，非常客气，都会想到对方。啊，哪一家煮好吃的，旁边都有的吃。啊，哪一家办喜事的，整条街的人都去帮忙。记不记得？离我们不远呐。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做过花童。你们做过没有？没有啊。你们看得出来我小时候还算可爱吗？哎，做花童还得挑的呢。哦，哎，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啊，整条街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互相帮忙。甚至丧事啊，隔壁家老人走了，哎，我们还陪着去送呢。哦，所以互助互爱大同。那不就是一个道义的人生嘛，从孝做起，哎，快乐的人生，充实的人生。而跟利啊，就是刚好转过来了，
从利转成义，从欲望，从放纵欲望转成勤俭。而我们整个传统的教育啊，首先教孩子呢懂得培福，不要放纵欲望。小的时候呢，还懂得礼让，孔融让梨，有好东西啊让给父母，让给长辈。而且呢，因为他从小生长在大家族里面，两三百人住在一起，这个孩子从小父母给他的引导，比方说妈妈说你要为父亲想哦，要为兄弟姐妹想，要为整个家族想，孩子从小就不自私。人能处处为人想，他这个心就有福报。那因为他从小就对家庭有责任心，就有使命感，光宗耀祖成了他一生源源不绝的动力，孝顺父母也成为他一生源源不绝的动力。大家冷静去看，我父亲那一辈啊，有孝心，读书不用父母操心，做事业不用父母操心。我在我爷爷奶奶的脸上没有看到，从没见过他为我父亲操过一次心。组织家庭，夫妻和乐，教育孩子也不让爷爷奶奶操心。这是义啊，这是从小就懂得为父母想。再来呢，他有这样的存心，他读书就是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学问为济世之本，我一定要有能力，要有智慧学问，我才帮得上这个社会。他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他懂得造福。老年了，他积了这么厚的福，老年享福啊，含饴弄孙，不止啊自己的子孙，整个家族的人都对他很恭敬，那他就享天伦之乐，享福。福报啊，要留在晚年享，要留在临终的时候享。有福报的人无疾而终啊，跟人家 say goodbye 了，噔一下就走了，都不会痛苦。好。而事实上呢，人假如是以这样的人生路线来走啊，他越老越有智慧，越老啊，身边的人越把他看作宝。我的师长今年87岁了，他走到哪里，多少学生呢要亲近他，向他请教，甚至于国家的一些领导者都向他请教这些治国的智慧学问。所以人从小有责任心，他的能力，他的智慧都会不断的积累提升，越老越值钱。越老越有价值了。怎么又谈钱了呢？所以真的这样的人生很快乐。我有一位长辈他姓卢。他的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叫卢明心。取得多好。在明明德，在新民啊，那这两个字不就把大学里面最重要人生的价值都点出来了。那他非常有智慧，29岁啊就当专业总经理，哪个企业有问题他去帮人家处理两三年，把整个企业从倒闭整个救活回来，非常有能力智慧。他上了40-50岁了，跟他工作的人都非常佩服他的德行智慧，都要跟他学。
哇，最后他身边一堆年轻人，他的孩子哦，要亲近自己的父亲哦，还要排 schedule 才可以，还要排。哦，对不起，我刚刚念的是英文哈，还要排，哦，还要排这个工作表。哦，他儿子说：“爸，你明天有没有空？”对不起，这个礼拜全满。哦，你要跟我谈话，要下下个礼拜再排才有时间。哦，你看他父亲有智慧哦，儿子抓着他不放啊，还得排时间呢。你看这样的晚年多有价值。哦，甚至于过父亲节的时候，哇，一堆人来，最后他儿子很吃醋，他是我爸爸。好，那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胸怀天下哈，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来尽心尽力教导，啊，我们相信啊，我们自己对于这些根本的思想观念错误在哪很清楚，我们自己转过来了，啊，我们所带领的老师学生们一定啊都是往这个道义勤俭的人生来走。好，那这一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